氪金的，然后就看你氪不氪。你说玩蛋仔派对要氪金哈？没有，不一定，因为氪金你可以得到的东西比较多一点。就比如说你如果没有氪金，你最多就是一些绿皮什么的。真的哦？只不过如果这个是攒，这个是要攒比较久的那个免费的。真的哦？然后血王的这个是活动的。哦。其他这两个是那个氪金。那你看阿伯36岁了，玩这个游戏可以吗？可以哈。因为这个游戏，因为我同学好像说他们那个战队，我同学他们好像有加入一个战队，然后好像说他们队长好像也可以，真的哦。所以像我这么有年纪的也可以玩这个游戏的，对了，也可以。好哦，那我回去我就下载来玩一下好了，我看一下怎么玩，感觉蛮不错玩的。所以我玩这个游戏，我可以认识很多小朋友吗？可以认识很多小朋友吗？它里面可以聊天吗？可是你的手机里面好。好，这里是有加好友的，好就可以这样，就可以这样打字的，然后下面这个是语音，然后好，也可以语音哦。然后这旁边这两个是养生器和麦克风。好，决定了，那我就好了，听你的建议来玩吧，看你玩那么开心，我也来玩。然后你如果练得很强的话，你看我现在是不是30等？对，你这所有的决战机都可以用。是哦，20等就全部都可以用。真的哦。然后这个你玩了多久了？你玩了几年了？6年有吗？一两年。然后我就打得很快，因为这个它就属于你的排位，就比如说青铜、白银、那铂金那些的。了解。你打排位赛也就巅峰对决。了解。我历史最高打到凤凰2，也就是偏王者等级。是哦，你有四年有在玩传说对决？有。哦，好，高手。只有我传说对决比较弱。是啊，没关系，你这个蛋仔派对强就好了。然后你如果然后有一些的话，你可以就是刚好遇到一些比较好的人，就比如说，就是你们两个人的，对，一个人比较好，就别人比较好，他有几率会就是直接跳下去，然后让你第一。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忘记问你了。茂腾。啊？茂腾。茂腾。成。茂腾的成。好，贸易的贸，工程的程。哦，茂成，了解，张茂成。好，我们感谢张茂成狗狗的分享。好，我爸爸超人回去再下载来玩吧。蛋仔派对。